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上节课呢，咱们看了 PHP 的数组操作函数，关于键和值操作的两个函数，对不对？嗯。那关于键和值操作的函数还有很多，对吧？那这节课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两个跟键值有关的函数。那干嘛的呢？用于搜索的函数。那上节课呢，咱看了一下返回系统键的函数和返回数组所有键的函数和返回数组所有值的函数，对不对？也给大家做了例子。那这节课咱们看一下系统里边用于搜索的函数，哪个 ？in array， 看到这个了吧？它不是以数字开头的，那找一下，后退一下，是吧？没发现吗？在这里边还没有，啊，有，在这儿呢，对吧？检查数组中是否存在某个值，专门做查询用的，对不对？就要从数据库里边查出数据存不存在而已，对吧？这个也是查询用的。那我们看一下，咱说了学一个函数得看几部分呢？三部分。功能是在数组里边查我想要的值，功能确定了，对不对？怎么查就看我参数怎么传了，对不对？它这里边呢有两个必须的参数，对吧？第一个参数，这个就是在这个中，那第一个是不是就提供了一个什么？你看，在这个是哪个变量？这是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数组，第二必须传一个数组，对不对？也就在第二个数组中查找什么？查找第一个参数，也就是数组中的元素存不存在，对不对？是这意思吧？然后呢，如果存在返回真，失败返回假，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布尔经值咱们后边再看，对吧？先看一下两个必须参数怎么用。好，这是我们前面的数组，我们看一下它的打印值，是这样，对不对？嗯。现在妹子，你可以说一下你想查什么在不在那个数组中，咱可以试一下。查 MySQL 在不在这数组中，对不对？好，我查一下，看一下啊。那使用先判断返回布尔经不真假吗？咱放在 if 语句里边，如果存在，咱们说出什么？在数组中，对吧？否则，咱们说输出什么？不在数组中，对吧？然后使用 in array， 是不是使用这个参数去使用这个函数去查呀？那首先我们说了有两个必须的参数，对不对？第二个参数是你要查找的那个数组，那那个数组名咱们就叫上面那个 lamp， 可不可以？可以吧？那前边刚才妹子说了想查什么？ MySQL， 对不对？来，咱们查一下 MySQL， 对吧？那实际这个 MySQL 在不在这个数组中呢？在。这个函数是咱们使用几率比较高的，经常的判断一个值在不在数组中，如果在咱们怎么处理，不在咱们又怎么处理，是不是这样？来，我们看一下在不在呢，是不是在数组中，对吧？那区不区分大小写呢？ MySQL， 来，我们再看一下，就不在数组中，对，值是区分大小写的，清楚吧？那咱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参数是干嘛呢？需要传一个，第三个是必须的参数吗？是，刚才就已经能查找，对不对？那再提供参数就是什么？就是功能的一个扩充，对不对？就是更严密的去查找。那第三个参数干嘛呢？如果使用了第三个参数，对不对？值为布尔型的值，那只能传真和假吧，对不对？那则在这个函数还会检查什么？它对应的类型是否和它相同？不光内容相同，类型是不是也得相同啊？对不对？那注意，在这个版本间，它是不允许一个数组的，对不对？这块就是不允许查数组，这个能
其他咱们再详细的看，对不对？先看第三个参数干嘛的，咱们再往后看，不着急。第三个，我查一个布尔型存个真，那比如说这里边是不是有十和十，对吧？我现在就改成十一吧，是不是？我现在查一下数组字符串的十在不在？我在不提供第三个参数的情况下，那它存不存在啊？是不是存在数组中？因为我查的是不是字符串的十，字符串十是不是在这里边？如果我提供第三个参数，意味着什么？类型不光是内容相同，十内容有了，对不对？嗯、类型也得相同，对不对？我查的是什么？这个十，对，刚才做实验了。我现在用这个十查存不存在？应该内容是不是相同？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加上这个，对，那十整形，这是字符串，对不对？存不存在呢？是不是就不存在了？那如果这里边有一个整形的十呢？存不存在啊？存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就存在数组中，对吧？所以呢，多一个参数就多了什么？更严密的去查了，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你看下边这个往下看有注释什么？在这个版本之前，查找的东西不能查数组，那意味着我们这个现在是可以查数组，对不对？因为新版本嘛。那我们试一下，在这里边，假如说我有一个参数是数组参数，看到了，里边存个 A， 存个 B， 对吧？那我这个参数是不是任何类型都可以啊？我查一下，这有个 A。有个 B， 因为咱现在查的不是 第三它就没关了，对不对？那我现在这么查一下，你看一下存不存在。既然它允许，这肯定存在吧，我们来试一下。是不是在数组中？那妹子你猜一下这样的问题。我如果这么写呢，这是 B， 这是 A， 存不存在呢？存不存在？数组存装的数组有个里边是 A 和 B， 这个是把 B 和 A 调过来，行不行呢？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还是不存在还是存在啊？不存在。对，不存在，因为它是按数组的顺序格式，对不对？调过来的不一定是一个数组，听懂吗？来，我们看一下值，不存在数组中，听懂吗？所以呢，按他的说的，如果查数组参数的时候，别忘记一个问题，什么？别忘记什么，对，数组的这个顺序一定要正确，因为咱们在数组中查数组也是允许的，对吧？顺序很重要。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什么呢？什么？在它是区分大小写的，这个咱刚才说过了，对不对？它是严格按类型查的，是加这个值是，对不对？然后数组作为参数，刚才咱也说过了，对不对？那跟它相关的函数，你看还有这么多呢，对不对？那比如说这块还有一个什么这个是吧，在数组中搜索指定的值，通用鉴别，这个跟刚才比较好像没什么区别吧，看，对，也是一种搜索的技术，你看在数组中搜索给定的值，如果成功返回相应的鉴别，对吧？不一样在这儿，对吧？刚才是成功返回真假，对不对？这个返回鉴值，这个刚才试一下。比如说，我搜一下，在 LAMP 搜索什么呢？搜索刚才搜什么呢 ？MySQL 对不对？那我看一下鉴值什么？那是既然返回的是鉴值，那我们这块能用这个输出了吗？不能了吧？我们直接 echo 一下，看鉴值是什么。看一下啊，这是用 in array， 对，它真肯定是一，对不对？用 array 下划线 search search， 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返回的是不是鉴值呢？是不是鉴值 ？db 对不对？那它第三个参数跟我们刚才什么意思啊？第三个参数将它检查它的类型，是不光查都是查类型啊？也就是这个函数的用法。跟我们 in array 的用法是不是一样？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只不过它怎么的，对，
返回的不一样，那个是返回步骤型真假，做判断用，对不对？他返回搜到的就把件名返回来，对吧？使用这个，嗯。那看其他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你看啊，如果他在他出现不止一次，则返回第一个匹配的件。如果有两个返回第一个匹配件，这我就不用做实验了吧？嗯，对不对？嗯。那这里边还跟建制有关的，既然是搜索，对不对？你看。除了这个，我上一下啊，这之外，你看这个还可以判断什么呀？搜索，判断键存不存在，看到了吗？判断这个键在不在数组中？刚才都搜的是值，对不对？用 in array 对吧？这回咱们看一下，对，键在不在？所以用什么？这个比较长一下 ，array key dsists 是不是这个？那咱们搜什么？按键去搜，对不对？搜谁呢？比如搜 DB 在不在栏目中？是不是在中啊？对不对？那假如是搜什么 DBA 呢？在吗？看，是不是就不在啊？前面 in array 是按值搜，这是按键搜，对不对？那就两个参数，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那在原来的版本中，函数是这个名，对不对？那键存不存在也可以用这个来判断，和它做对比有什么特点呢？判断什么什么存在，对吧？你看这个判断什么呢？你看我不用这个，咱们通常判断数组成员在不在，有的时候经常用这个 it set， 看到了吧？这里边直接传一个 lamp 里边，我判断键存不存在吗？是不是这个判断 db 存不存在？你看一下存不存在，是不是在数组中，对吧？但是这个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怎么呢？空它返回的是假，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数组里边我加一个，比如说 hello 的下标，对不对？里边传的值是空，数组允许空类型吗？对不对？现在我判断 hello 存不存在呢？咱们前面也说过了，空是不是相当没有啊？对不对？那你这个判断就怎么的存在吗？不存在，这就不准确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用刚才的那个函数，哪个呀？退回来，是不是这个？那我这边再写一个，把那刚才那个删掉了。Hello 里边来一个空，是不是这个？我现在查询 Hello 在不在栏目里边，这是跟 in array 的最大区别，听懂吗？我们来看一下，在不在呢？是不是在数组中？所以这里边给出几个相关的。这个判断键存在的可以用 it set， 对不对？但是空值它判断不了，对吧？这是最主要的它俩的区别。OK， 好，这就是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几个什么查询的，可以按值去查，也可以按键去查，对不对？然后，对，还有一些按键这个去搜索，对不对？也可以判断存不存在。其实这几个学的不光是两个函数吧，对吧？其实学了好多个数组相关的函数，对不对？学了三个，咱再总结，都哪三个呀？ in array、 array search 搜索，对不对？还有什么判断键存不存在的三个函数。那都是通过我在哪找的？找到一个函数，它是不是有参考啊相关的函数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相类型相同的函数找在一起了，咱们一起都学了，对吧？好，这节课咱们键值操作的函数跟搜索有关的，咱们就到这里，好吧？好，谢谢大家。下节课咱们继续讨论一下什么跟键值有关的其他的函数。好，再见。